刺青是一种远古又风雅的艺术。台湾的原住民族泰雅族更拥有纹面传统。今天的两位 CEO 是来自南投亲爱部落的泰雅族姐妹，她们不只熟练这项深具历史意义的刺青艺术，更在旅行中与他人交换故事。我目前到了50几个国家，巴布亚新几个？对，巴布亚新几内亚是我前三很爱的地方。